搞技术的。从你的角度看，能不能看出破绽？活非常地道。我七叔公是假货行当里的老大，做旧的是他的拿手好戏。那就好。等这活完了，这几个人不能留。要灭口吗？你想多了。他们是人才，也为党国做出了贡献。等完事儿后，把他们送到南方安顿好。我明白，我一定办好。明天埋货的时候，翻土也有讲究。放心，我早就已经想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呢？嫁祸苏联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明白。但是整桩事情的全盘计划我不清楚，怕细节上做不到位。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知道了底牌，办事才踏实。这个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要让美国人起疑心。苏俄远东情报局在青城搞黑索径二号，对美军不利。但是那也只能证明苏联人以前在这弄过，和现在没关系啊。这就是奥妙所在。鉴于雅尔塔协定，苏联人没法在青城大张旗鼓地运东西，只能假手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上钩，苏联人就说不清楚。那黑索径这步棋是两头下钩。没错。联络官怎么了？共军外星兵团突破包围，向北转移。青南包围网已经完成，我们收官的时候放跑了大鱼，可能和攻方部署泄露有关。远东外围阵地尽失，国军困守孤城，破城恐怕是个放弃之策。胶东总部指挥部命令急速撤侨。局里什么情况？你们青城局奉命督战，局里组成了督战队，郑督察正在布置任务。昨晚没睡好？昨晚有人在楼底下开枪，太吵。听说了。是局里的行动，抓捕共党。远东为我徐州济南屏障，不容有失。共军暴起发难，全面围攻远东。至昨日傍晚，四关守军殉国，远东外围阵地全部失守。目前，共军正破境作业，妄图以火炮优势压制我城内守军，突破城墙。老西门、新西门一带纵深防御已遭毁灭打击。余主任，绥靖总署指挥部紧急命令，没联系上你，只好先把任务布置下去。目前，国军第十二师正困守远东，誓死抵抗。从济南南下增援的国军两个师已运动到了内河附近，正展开攻击阵型，全力突进，委座电谕：我青城所部援军迅速向远东一线靠拢，策应济南援军渡河。京浦铁路绝不能被共军控制，远东、济南和青城三个要点为我中原枢纽，一旦失守，长江以北不复党国所有。全军上下务必严防死守，不容共军一兵一卒过境。是。我局绥靖总队随军突击，严防共军渗透哗变，有违军令者杀。特调局宗旨。诸位还记得吗？秉承领袖意志，体验领袖苦心，做领袖耳目，做领袖所图。坐下，请余主任训示。郑督察，请你给我来一下。孙德利劫了我的车，扣了老爷子的寿礼，是你下的令吗？没有的事儿。那就好。孙德利是狗胆包天呀，整到老爷子头上去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先前有个吴坤才，现在又出来个孙德利，青城局跟我于北平还真是不对付。现在衍东战事吃紧，要不让孙德利去前线带罪立功怎么样？那不行。孙德利报告，还有确切的情报来源证明，老爷子的受理被共和利用，替换成了战略物资。这个事儿不说清楚，我都得跟着倒大霉。孙德利办事如此鲁莽，那也只好这样。是，郑股长您放心。是。弟兄们，请拔求发，请拿求发，弟兄们。0163 6652 1966 4583 1769 0730 0109。我父亲收到了立即进入蛰伏状态的指令，他知道组织上已正式启动了对他的甄别程序。为党做了20年的秘密工作，他第一次尝到了失去组织信任的滋味。虽然我父亲明白时间能够证明一切，但他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怅然若失的虚无感。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成了黑夜中茫茫大海上的一片孤帆，四周没有一点光亮。把这个发了。是。郑督察，电报。完全没有动作。没有，和上个月一样。反间计已经成功，于北平成了共产党的一颗弃子。还要跟吗？跟，在水落石出之前一直跟下去。是。进来。郑督察，成了，美国人已经上钩了，现在就等共产党了。会养狗，这东西共产党是急需，没有重型工程设备
他们根本拿不下大城市。这东西说不定有用，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秘密军事仓库，黑市上的金野就是在这儿搞的黑索金。Oh my God. This crate contained a modified, highly explosive chemical agent known as hexogen, develop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y basically infused it with a chemical compound known as nitroxanthic acid and gunpowder. Ridiculously destructive and also capable of widespread inferno. Is it ours? No.What about the crates? The crates are definitely ours.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body dug this up after the Japanese left the explosives behind in Qing City, and they're using our crates to transport them undetected. Communists? It's highly likely. The communists don't have thi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y're desperate for hexogen. It's no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is is made from Siberian pine.Made up to look like our boxes. My God, it's Soviet Union. In that case, we got a problem. It's the Soviets. They could very well be using this in their new carrier killers. What? Our recent intel shows that the Soviets are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a new super torpedo, basically targeting our carriers and our battleships, and hexogen is the main component.Super torpedoes infused with hexogen. Now that's a damn disaster. Hybrid Hexogen 2 is a Japanese technology. There's no way the Soviets could possibly comprehend its usage. Well, then they're not only after the explosives. They want the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well.这边请。安德森推断，这批黑索金是苏联人运送到一半发现了危险，临时埋下。为什么是苏联人呢？货柜的材料是西伯利亚松木。黑索金是你们发现的？不是，是黑市贩子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发生了内部哄抢，开了枪，被我们的巡逻队看见了。怎么搞得如临大敌？据说苏联正在研制一种针对我们的航母和大型水上舰队的超级鱼雷，海军管它叫航母杀手，黑索金就是重要原材料。去年有一个案子，就是特调局侦办的黄春水案。听说过。黄春水是远东情报局的人，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黑索金设备，就是因为被特调局抓住了才没有运走。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呢？根据日伪材料，日军在投降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黑索金设备，这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现在我们需要把他们找出来。怎么了？没什么。金叶的侄子叫金三，落到我们手里了，供出了这张图。仓库你去看过了吗？还没来得及，一拿到线索就来向郑督察汇报了。Thank you.
都过期了。这是日本人的肉罐头，这年头过期了也很值钱。这个仓库除了金爷和金三，还有人知道吗？据金三口供，这个仓库是金爷他们团伙的机密，守得很严。他们就靠这些东西发财，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得守住。那我回去就把金三处理了。处。金三得用，让他拿着这张图去调共产党的鱼。好，我回去就处理。这件事儿局里一点风声都不能透。是。破庙里的黑锁金看上去像两三年前埋下去的东西，不过有个疑点。就算我告诉你，院子里的树下边埋了个瓶子，你能一铲子下去就找到了？这些黑市贩子挖得太准。这猫有猫的道，狗有狗的道，这帮黑市贩子就是靠鼻子吃饭的。你听说过黑市上有卖黑锁金的吗？日本人撤退时留下不少货，黑市上什么都有。你的答案是把黄春水的卷宗调出来，我要看。是。于主任，正好。这有一份您的电文。那些是什么？这是保密局何军处长给郑督察的密电。那么厚啊，都是加密的。啊，我来来回回好几趟，我不嫌累得慌。于主任，昨天南京二厅说有份电文发给了我，怎么没有收到？不可能呀，所有的往来电文都是登记的。是密电。密电的往来登记都在这儿。这两份电报为什么是同时发出去的？这份发给郑建民次长的电报也抄送了保密局的何群处长，用了郑督察的专用密码，是同一份电文。为什么发了20分钟？电文挺长，好像是同一份报告。南京二厅的密电收到了，马上送我办公室。是。郑毅同南京保密局何群以及郑建民频繁的往来密电，引起了我父亲的警惕。很可能徐文正无意中透露的比基尼第二阶段已经启动，并由郑毅执行。我父亲判断，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内容很可能与黑锁金有关。黄春水的卷宗全在这儿了。破庙中发现的黑锁金显然是故意曝光给美军的，黑市贩子挖掘黑锁金现场的做旧痕迹，反而暴露了有人对此欲盖弥彰。美方和蒋维民关于这批黑锁金的解释有明显出入。根据蒋维民的说法，黄春水还没来得及搬运就遇害了，根本不可能在破庙埋下这批黑锁金。如果当年黄春水的被捕情况确如蒋维民所言，那么关键线索就可能还留在小白楼内。局里的规章制度要健全，该登记的要登记，别松松垮垮的，共产党就会钻这些小空子。于主任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完全同意郑督察的意见，局里早就该整顿了。比如今天的内务会议，该来的人不来，张炳坤呢？他事先请了个假，有一点私人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局内务会议，有点私人事情就请假，太不严肃。现在局里乱得很，各部门都在自行其事，问起来全都在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谁的任务？都说不清楚。有规矩，局里所有的行动必须备案。这条规矩执行了很多年了，现在全乱了套了。程处长说得好，情报处本来应该是局里的耳目，现在这个耳目瞎了，聋了。对对，听说张炳坤在黑市上搞行动，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这个行动队的饭碗吗？一个搞技术的懂什么行动？别是在黑市上倒腾什么玩意儿吧？没有根据的事不要瞎议论，我觉得这个风气也很不好，谁不在就说谁。今天会议的重点不是要追究哪一个人，
而是要把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执行下去。宋处长，到。你们行政处把以前的规章都清理一下。是。老板，我记得店里有一本1904年的《呼啸山庄》，还在吗？在后边的库里，我带你去取。谢谢老伯。这件事儿就来，慢点。丽莎同志，好久不见。唐书记，您回来了。这是小郭，我们的交通员。小郭，丽莎你好，你们聊，我出去盯着。谢谢。好。豫东战役成功转进，鲁西南中心突破，我军避开了敌人设下的陷阱，你送出的情报功不可没呀。谭书记，新任务是什么？军分局首长听说在青城发现了黑索金线索，非常重视。组织上要找黑索金。对。为了提升我军战斗力，后方兵工厂急需一种制造高爆炸药的设备。听说日本人撤退前留下了这种设备，上级已经派人来找，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巧了，在美军基地附近刚刚查获了一批黑索金，美国人还以为是苏联人要制造航母杀手，正在运送黑索金呢。太好了，我们的突法专家研究了一种高爆炸药，可惜它的爆炸威力不够，如果找到了黑索金，再坚固的城墙都能摧毁。你在美军那边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只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倒腾。这条线索很重要，说不定这就是日本人撤退前留下的军事物资。咱们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下去。嗯，你这儿有多少？我全都吃了。口气别这么大，我可有一仓库。哎呀，那这一仓库我全都包了，开个价吧。不会露馅了吧？我看这小子挺能装的，应该露不了。做生意啊，招子得放量。你看啊，咱们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啊。不瞒你说，这仓库可是我的命根子，不是一般的价钱。好嘞，那价钱咱们就谈定了。等交了钱，你就带我去。得。大哥既然这么爽快，一切都好说。那就礼拜三下午见。小郭已经谈好了，下午在秀春茶社和金山交易。是真图吗？应该是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带我们去实地看，提供的样品我们鉴定，应该是日本人留下来的黑索金二号。仓库里会有设备？据金山说，这张图纸是他大伯藏的黑烟，他也赶稿的，所以仓库的情况他也不了解。以后对局里的事情你不要乱放炮。我觉得我说的那些话没什么，张炳坤本来就是个十三。张炳坤的事儿你别管。郑督察，兄弟肺腑之言，张炳坤干行动没有经验，他不适合干行动。记住我的话就行。出去吧。进来。是。郑督察，共产党咬够了，他们在黑市上打听黑索金的出处，问得很细，就是冲着设备来的。这一条线你一定要抓住，这是我们方案的关键。是，金三约了他们，礼拜三下午在秀春茶社见面，下午3点，桌上放一只白花。
交易内容是什么？他们要买金三手上的图。好，不但要给他们图，还要带他们去。仓库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到时候抓现场，一网打尽。以后你在局里的行动，要找些合理的借口。今天内务会上，于北平在找你的茬。这太冤枉了，我也是为郑督察办事啊。这事儿于主任不知道，也不能让他知道。是。种种迹象表明，郑毅在以黑锁金设备为饵，吸引我党勤工人员入局，目的不仅要破获我党勤工组织，更重要的是嫁祸苏联，挑起美苏冲突。这是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吗？我父亲感觉到一个重大危机在逼近，他决定冒着加深组织怀疑的风险
启用原来和谢楠的联络方式，向组织报告王春水留下的黑锁金线索就在小白楼内。先生，你有什么事？登报找个人。好的，请问有什么特征？男性，50岁左右，中等个儿，头发全白，左脸颊有10字刀疤，神志略有些不清楚，于前日一早在9号码头附近走失。走失的时候穿一双棕色的鞋，蓝绸大褂。如有目击者，请速与警察局联系，必有重酬。加急，务必今天晚上见报。我不同意，于北平还处于甄别阶段，擅自启用废弃联络方式呼叫是违反纪律的。于北平同志的问题应该出结论了，我是亲历者，最有发言权。我们的工作绝不允许感情用事。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佐证。你还是低估了敌后斗争的复杂性啊。比如这个，你怎么判断是不是特务设局下的饵？我对于北平同志非常了解，出了这种情况，他无法找到合适的联络渠道，迫不得已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这说明他有极为重要且紧急的情报需要向组织报告。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争论了，根据组织原则，不能因为你的这些推测就拿其他同志的生命去冒险。老戴，我不同意你的处理方法，事关重大，我会立即向兵团首长报告。于北平同志对他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黑锁金这样的局部情报就乱了方寸，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你认为他是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对。可老戴的考虑也有他的道理，那是组织原则。我有一个办法，林莎是他的女儿，我们可以让林莎同志去一探虚实。那可不行，如果于北平没问题，他的保密级别是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的情况是于北平知道林莎是他的女儿，而林莎却对他和于北平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所以让林莎同志去摸清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就算是出了任何问题也有转圜的余地。上次的假部署事件有结论了吗？没有。对于于北平的调查不要停，但谢楠的方法也可以考虑一下，这同样也是对于北平的测试，有利于甄别。是是，这种小行动我给张炳坤打个配合就行了，何必张督察亲自出马？共产党咬钩是我这个局的关键，太重要了。你在内务会上的发言很好，回头整理个文字材料给我。是。局里事态乱了，早就该整顿了。那天你在会上是有所指吧？对，我说的就是张炳坤。如果不是于主任您提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说的。但这件事情真的是乱了规矩。说说看。张炳坤的确是在执行任务，但是为什么不通知情报处？难道他怀疑我程忠义是共产党的内线吗？如果真的有这种怀疑，局里可以撤我的职啊。以前吴坤才在任的时候就出过这样的漏子，局里面互相隐瞒，行动线索谁都摸不清楚，结果怎么样？就愣是被共产党钻了空子。张炳坤在执行什么任务？听说跟破庙发现的黑锁金有关。黑锁金的案子美国人很重视，张炳坤难道发现了什么线索？张炳坤在黑市上找到了金叶的侄子金三儿。张炳坤意图何在？可能是想通过这条线找到日军留下的黑锁金源头吧。具体有什么线索？我摸了一下，金三儿手上有张日本人的物资仓库图，而且今天就要交易。乱弹起，这些情况别说你，我都不清楚。你不要慌，这儿有我们，不会有事的。你只要把地图交给他就行。共产党会给钱吗？事儿还没完呢，共产党也不是傻子，你得带他们去仓库。你只要把他们带进仓库，你的事儿就完了。他们不会弄死我吧？这个你放心，我们一路跟着，仓库那边也都布下了我们的人。待会儿你出去跟那个人坐一块儿，他是我们的人，会保护你的。
老秦，你去那儿，你们俩去那儿。是。他们回来几个人？应该不会多，只是来探路的，不会超过三个。门一关就抓人。是。你先进去，我在你后面，防止出现意外。我踩过盘子了，很安全。不能大意，你要确保看到图纸以后，然后再让他看见。好。丽莎已经在里边了，她从二层能看到你。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来人呢？那人就是青三儿。别动！站住！站住！立马！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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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喊谁？特大局的张处长，他让我来的。他让我跟共产党做生意。共党在哪？跑了。张处长在哪？刚才还在这儿。南站，刚才明明还在这儿。还有一个姓毕的，交代我半天。张处长跟你做什么生意？我松开。日本人的老仓库，快走，出事了。怎么还不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再等等。来了。你给我滚出来！日主任，余主任，余主任，是我。京城特调局这个家我是当不了的，我今天就给南京打报告，让你郑毅来当这个主任。北平，你先别急。这件事儿，我原来是要跟你商量的，可是事发突然，我想先拿到一些成果，再跟你报告。得了吧，老爷子一靠边儿，你就和保密局的合群打得火热，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儿跟保密局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我不管。现在局里的情况是，我被你架空了，搞得两眼一抹黑。这件事儿没有备案，是我的责任，但我也有苦衷，希望你能理解。什么苦衷？不就是想防着我？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特调局漏洞太多，什么行动都被共产党事先知道，我不得不谨慎从事。你巧舌如簧，我说不过你。今天的事情就这样，以后局里再有任何行动，第一时间通知我，要不然也不会搞成像今天这个样子。绥靖总署指挥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开两天的紧急会议，研究青南战局。局里要是有行动，往绥靖总署打电话。郑督察，这太意外了，谁想到余主任今天会过来凑热闹？郑督察，黑市上的共产党有线索了。进来说。在破庙的时候，余主任就起疑心了，认为那里发现的黑锁金不是在挖，而是在埋。这个张炳坤做事太粗糙。张处长技术上是把好手，行动上确实差了点。别管张炳坤了，接着往下说。金三的事儿。当时余主任让我跟着，可到了现场我才想到那可能是您布的局。
你也知道那种情况下我没法马上汇报，不过我也留了个心眼，跟金三做生意的人当时我晃了一眼，再加上提审金三的时候又得到了点线索。是共产党吗？八成是，目标肯定就是黑锁金设备。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应该是个饭店跑堂的。为什么？金三说了，他跟这个人打过两次交道，这个人每次应答时总是习惯说好嘞，这是饭店跑堂的强调。我就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摸，找到了拉他们去市长街的黄包车夫。他们？对，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中年人。黄包车夫招供说，他们是从济民路中华路口上的车。很好，这件事儿你不要管，我让宋强去查，你还是先跟着于北平。是。Oh.